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品性，敢于提出质疑、不盲从的品性都很好，但也都会成为问题。这两种品性可以帮助沉迷幻境中的人看到多元实相，并在得到大道契机后勇猛精进，但也可以让走上大道后的人陷入疑慢的摇摆，或在某种偏执的歧途中无法回头。所以可见，始终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让自己不被成见束缚，可海纳百川，融通无碍，是一种相对中正的平衡。可以审时度势，变通摇摆，左右脚换着走路，不固化行为模式，但又不失远大目标，不计较一时的变通，又不失本心所向，才是真正的韧性耐力。变通的能力反映出心智的水平，秉持大方向的毅力反映出神魂的水平，可持续的后劲多少反映出精神力的水平，可及时放下面子做出自我调整的魄力反映出人格与角色我配合的水平。